这个要慢慢编，编一圈还要把它胶敲紧。天冷了，手特别痛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这两天扛柴扛得腰酸背痛，今天早上下雨了，现在山上都是湿哒哒的。我妈就说今天休息一天，明后天再去扛了。刚开始扛的这两天腰酸背痛的，我的小腿也好痛啊，多扛两天它就不痛了。我家都没有箩筐，昨天背的箩筐有一个都是我大伯家的，只有两个，这边这个已经烂了。看这个底都快掉出来了。我家这个箩筐已经用了4-5年了，因为口罩原因，现在我们这边又不给赶集了，都不知道去哪里买箩筐。我记得我们那边还有人卖，我带你去买。你确定有人在卖吗？前两年还在卖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那走吧，上车走吧。昨天发了背柴的视频，然后就有好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不扛在肩膀上。我爸他们扛。还要很抓紧时间才能编得出来。现在会编这种箩筐的已经很少了，这个老爷爷编得特别好看，不大不小，而且还特别圆，小林就买了两个，明天就能拿去扛柴了。